好了，我们今天来改装这台福斯星云涡轮啊，星云大法师开的车子哦。我这台车有点复古啊我们先倒车一下好不好？倒车，因为它不太好开哦。不要跟我抢那台红色，红色好像要来改车哦。我们先进去改一下。哇，福斯星云涡轮这个翻译怪怪的啊。Anyway。我们看看，它其实能改的地方不多、哦。保险杆改下去会长什么样子啊？有点像赛车的，拉力赛赛车。等一下，它有贴满满的涂装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没有保险杆的，给它选个贴满满的好不好？看看这个后面的，这是引擎。引擎哦，有增加一格，那这个呢，排气管的设计其实还好啦，这个我们就大概选一下啦，好吧？罐头，经典豆罐头，这个贴满满的挡泥板，水箱护罩是怎样？改哪边啊？前面是吗？哦，把车灯遮起来了，四个灯哎，遮起来好了，好吧？那上面呢？上面有什么？这个是什么啊？涡轮引擎盖，这是涡轮两颗的呀，这里像鼻孔，哈哈，怎么还会动啊？有点像鼻毛这样伸出来哦，须多眼，这是什么？没有引擎盖啦，引擎盖哦，好啦，那这其实还 OK 啦，这样射一射会不会坏掉啊？这个车灯改一下，车灯其实没有用，因为遮起来了。这个随便改一下，我们看一下涂装，涂装是有什么？70年代，这是什么？等，我先把车盖加回去哦。车盖，那选一个上面有一点点，这个好，到底要选哪一个啊？这个，好难选择。70年代真的还蛮复古的。好，那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黄黄的这个线条纹的，迷彩色。哇，炫光！我这样败露斩杀，这是撞了多少僵尸啊？上面都是血腥哦，红红的、啊，保持真实。哦，这是怎样？这是涂装，这是那个喷漆的感觉。这是什么？赛车吗？鲨鱼哦，鲨鱼的嘴巴好大。这个是夏威夷蒸汽朋克，就是缤纷的涂鸦哦。好多选择，这次的涂装，这台车的涂装还蛮奇葩的，说真的，那不然这个好吧，这个，那这个百叶架是什么？后面的啊，遮起来是吧？好 ，OK， 这个是挡泥板啊，挡泥板，好啊、哦，挡一下，车牌弄个深色啦，那。这台车真的称不上好看、啊，一点都不好看。黑色的那个涂装跳不出来哦。选哪一个啊？金属色，金色还 OK 啦，金色。还有什么？副色调改哪边啊？就是前面的车灯跟保险杆啊，还有什么？看看，先这样、啊。还有什么防滚架？这台真的是拉力赛的赛车。这什么？好多行李哦！哇，大行李箱。要选哪一个啊？都差不多啊。好啦，找溜板。这是什么？贴满满的后车厢。哦，增加尾翼啊！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排气孔吗？这个赛车级尾翼，这两个洞是干嘛的、啊？ That's a beauty right there. 好，我选那个洞好了，好不好？那增加一点，等一下，它是竞速级的，它的轮胎会有点往外扒的感觉哦。
哦，第一次看到哎，我以为只有模组才会出现，他是直接把轮胎弄出来嘞，几乎都改的差不多了，好像就这样子啊，这台车该改的都改了，不该改的也改了，除了那个护具没改以外，我还是把这引擎盖拆掉了，然后拆掉比较好看，真的很奇葩啊，这台车。无需多言啊，好啦，我们去试车一下啦，试车一下。顺便录一下封面 ，OK 啊，那我们就出去啦。这台车没有很好开啊，嚯，打滑嘞，哎，才刚出来就打滑，这样对吗？那我们上去，哦，还好没有选那个超大的那个什么引擎，然后把前面挡住了，这样不行。不好转弯，哎、欸，这样子怎么可以？哎、欸，让我过了过，连刹车都不好刹啊！这台车不要买，真的，这台车不要买，这台车看看就好了，还差点撞到它嘞，就差没有弹跳功能了，没有？我后劲很强，可是。不好刹车，不好转弯，哎、哦、呦，撞到人了，不好控制啊，是不是？轮胎太靠外面了啦，差撞一点点就勾到车子。好吧，既然那么难开，我们来实测一下它到底有多快，然后到底耐不耐撞，然后再来就测试它到底防不防炸，是不是？要撞他！哦，金牌！哦哦，不好转，不好转！我们滚下山，好吧，滚下山！还蛮耐摔的，还蛮耐摔。来来来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上不上去，下不下去？哎、欸，卡住，卡住了啦！哎、欸，这台车卡住了，这台车真的不行。踹！什么烂车啊！烂车哎，这可以射烂吗？这个不行啊，固定的哦，固定的。玻璃居然防弹哎！哎，这个居然没有反应。轮胎也防爆。有弹孔。哎，我们来炸一下试试看，几发飞弹。哎。这物太硬了啦，太扯了哦！五发飞弹哦，三发哦，我们剩下的是什么？镭射炮，镭射炮，居然没事啊！啊、哦，我们再试试看这个烟火发射器，人都烧起来了，粘弹也不行哎，这物太扯，我没有安装那个防爆功能什么都没有装哦，我只是刚改完车子而已。我们试试看五颗粘弹，好吧，五颗粘弹，塞满，好吧，贴满满，居然没事哎，居然没事的啊！我们看一下，我看一下车子哦，我看看，我真的是没有改哦，你看完全没有动它哦，它居然连炸都没炸，有没有这么硬啊？好，先这样子啦，拜拜。I got problems o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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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roblems to solve them. I run through the money, depression be calling. Left on my blessings, I feel like I'm falling. The birdie is back, tell me I'm garbage. I'm going through something, that's why I ain't calling. Phone in progression, it's all that I wanted. The foe in affection, I summon and dub it. Cause bitch, I got problems o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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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roblems to solve them. I run through the money, depression be calling.